非常欢迎阿里总统先生来华出席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幕式，也欢迎你所带来的这些部长们。在2021年的3月份，我呢同总统先生通了电话，就中非关系和两国各领域的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。我也欢迎你在新冠疫情结束后访华。今天我们在荣城如约会见，感到十分高兴。近年来呢，在能源产业的带动下，圭亚那经济快速发展，国家建设是日益跃进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。当前中国呢，正在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，这将为圭亚那发展和中非合作带来新的机遇。你此行对于推动中非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中国和圭亚那虽然相距遥远，但友谊是源远流长。今年是华人抵达圭亚那170周年，华人是圭亚那6大民族之一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圭亚那是加勒比地区最早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。中非关系经历半个世纪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，历久弥坚。去年中非隆重庆祝了建交50周年，站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新起点上，我们两国要做彼此信赖、相互倚重的好朋友，共享机遇，共赢挑战，共谋合作，共促发展，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。